然后快点，我赶时间。你别一上车就催，你先等一下催人上车。好的。了解了，然后快点，我赶时间。现在上火车了。准备出发，全程75公里，大约需要1小时4分，100米后在红绿灯路口掉头。大概2个多小时吧。这么久吗？我平时都1个小时、1个半小时左右就差不多了呀。我还要接2个人呢。打电话时你不是说就一个吗？打电话我是说目前就你这一单，我没说后面来单我不接、啊。那你这样我就不打你车了，你这还电动车，到时候还充电我都来不及了，我赶着。你这个路程不要充电了。那你接是接，那不是耽误我时间了吗？你打的拼车，我肯定要拼人的呀，你又不是下的独享、啊。不是顺风车吗？肯定是顺路的呀，拼着拼那的我都来不及了。你来不及是你的事，你着急你怎么不打快车？怎么不打独享？这边也谁打独享啊？那你打的拼车我肯定要拼人的。你不能变通一下吗？你这人怎么那么死板的？你都提变通了，你不提钱我怎么变通？我不是付过钱了吗？为什么又要提钱啊？你也是搞笑的，难道穷疯了吗？你付的是拼车的钱，你不是付的独享的钱啊。你看拍视频让你们看看啊，这个人呢、啊、打车还让我加钱呢、啊、我要投诉你，我跟你说。那你下去吧，我不带你了。什么我下去啊？我打了车钱都付了你不带我。你打的是拼车。对啊，我打拼车怎么了？拼车不能打吗？那你现在要让你一个人就走啊。那我打电话问过你说一个人可以走啊。你下去吧，我没这么说。我给钱了我为什么要下去？我不下去，你赶紧开，别耽误。你这种人我给你安全送到你也会给我个差评。你下去吧，下去。我为什么要下去？真是搞笑。下去我不带你。你干嘛？哪里这样？我做什么？这样。这种人我带着他，就是给他送到了也会给我搞个差评。我还不如不带他，免得生一肚子气。